把龙，关羽一刀把龙给抢了，并且还带走了金羽的夏侯惇。子墨呀，子墨，很关键啊！这一站出来了呀，这波一心一框一刀打的金羽连铲都摁不出来，没铲到，摁不出来呀，因为被控了。确实是有点，这波被控了，这一刀。这一刀是真没想到啊！毕竟苏州 KSG 是有空间可以打，一心一个框框到伽罗吗？没框到，这边龙冠羽一刀抢掉了。夏侯惇还被打死了，我的天，有这事啊！这个阵容很关键啊，这一哇，再把中线清掉，苏州 KSG 状态很差，要去收波野区。没抢到，然后被自己还很伤啊，这波 KSG。对，这一刀是真龙被抢了，人还被杀了。是把小白熊、猪八戒之局框一下，最终被关羽抢了，抢到了，并且还带走了金羽的夏侯惇。等个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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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，慢点，等个城，等个城，等一个城，慢点，慢点，等一个城。龙，哦，龙被关羽抢了，我好弱，哦，好弱，关羽，没抬起来，好帅，龙要没了，这一刀掉下来，什么鬼？这波就被，哎呦，就被一星一个大逼了走位，没有人帮金羽补伤害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我觉得小 A 跟他应该在里面给宽的，算了，小 A 应该跟金羽一起站在那个地方的，金羽就不会死了。那个框，框到了，夏侯惇交了个大招，关羽一刀把龙给抢了，还带走了金羽的夏侯惇，没有成。这个龙刚好被拉出来了，这一刀，夏侯惇的铲没把龙给杀掉，刚好一刀拿掉了，龙有点拉脱了，这不，对。框，哎，关羽抢到龙了，哥呀，强补接一技能还送了夏侯，怂了 KSG， 因为亚琳不在，没人挤这视野。没抢到，然后被猪八戒倒下一星风，夏侯惇提脸被关羽斩了一刀，而且是关羽连人带龙双吃，这波一星摆了一个大，把 KSG 逼退了。然后夏侯惇侧面大招上龙想抢，没抢到，记了，牛逼。